好，然后我趁现在来偷偷宣传一下，我们有新专辑，在7月13号会正式发行，然后会有很多的新歌。如果大家还喜欢我们的音乐，到时候可以支持我们。那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叫 Lisas Teros， 我是小郑。没讲，我还以为叫沙豆。沙豆也要支持好不好？大家要支持大家好不好？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几首歌发布在网络上，如果你要搜寻，我们可以搜寻 THESEUS Lisas Teros 到 IG、脸书还有 YouTube 都有我们的音乐。然后9月1号，我们在 Legacy 有专场，对，大家票要买起来。对，但这个其实是 Talk 3的时候来讲，现在是 Talk 2。我想说没时间了。哦，没时间，其实没有没时间，是彩排没时间。哦，然后我们演出是时间是够。那我等一下再提醒大家一次。好、啊，可以啦，可以。我怕他忘记。好啊，没有，这一段其实不是要讲这个，但也没关系，就是这样子。好、欸，我们来问一个老问题啦，第一次听我们表演的，可以帮我举个手吗？非常好，我就是喜欢来这种场合。启宏啊，你真的很棒，你办这个活动的，让我来真的是很开心。对，启宏，对，他人不在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喊一下就好，证明一下我们在乎他。他是不是真的在乎，其实也没有关系，这样。好，我第一次听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站在台下。对，但其实我觉得，就是每次表演从台上往下看，就是唱得很大声，或是摆动得很厉害，我们都很感谢。那其实我们一看都会知道说谁是谁的 fans， 这真的很快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你觉得我们用台上的开始好？好，我们台上的举例，跳跳老师，哎、欸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跳跳老师，我们鼓手学姐跳跳，来自桃园武林乐音跨府乐音第11届，他妹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护理系毕业，已经在就业了，所以中科大的护理系赞，赞。那你觉得他最喜欢的团是什么？我觉得他应该比较斯文一点点的人，应该都是喜欢什么苏打绿。苏打绿现在可以讲了，对不对？是苏打绿，现在我其实有点忘记啊 ，I don't care， 反正银华一点后啊，反正钱又不是我赚的。苏打绿，对，苏打绿蛮像的吧？这个应该蛮合理的，好，蛮像的。那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喜欢谁？哎、欸，你觉得他应该喜欢哪个团？对，血肉，不要笑啊！你笑好像他不喜欢听音乐一样。怕胖团、欸，这个我们没想到哎、欸，确、哦、实确实。好，等一下送你礼物。等一下到底是谁回答的？我不知道。好好好，可以，这个答案很赞。其实怕胖团，我在刚认识他的时候也有猜过，但他后来跟我说他喜欢的是随性。哦、欸，被蛋糕骂很爽啊，不觉得吗？从小就是第一个听的乐团就是随性，然后再来就是一直听胖胖团，对，所以就是后来有稍微变瘦了，最近又变胖了，